成龙、曾志伟、王祖蓝等艺人呢日嚟到政府总部讨论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嘅事，详细提咗啲咩要求就未公布得住，但就话今次会面结果好满意。主要其实都系一啲譬如我哋场地啦或者系我哋一啲我哋其实表即系表达啲我哋嘅心声，我哋而家。其實無論我哋喺內地發展或者香港嘅支持，都需要一啲係政府幫助，政府嘅幫手。特首已經話：你哋需要就揾我啦。即係其實我知道你都知道佢好忙，因為今日佢都開咗好多會，所以我哋都嚟到。咁啊，今日亦都我哋得到唔同嘅局嘅局長喺度係接見我哋嘅，咁所以一去到唔同嘅層面，就有唔同嘅局長去幫我哋分析翻啊咁樣。咁所以都其實。我哋非常之滿意今次大家嘅嘅接觸。提到演員斷層問題，志偉就話呢個都係討論項目之一。其實這個也是今天我們需要跟特首去表達我們的意願的，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更多中層的一個，因為現在電影來到一個局面，就是很多大型的製作跟這個香港的小型的製作。我们少了一些中型的制作，那怎么能够协助我们香港电影走进更多的中型制作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比较大的需求的要求。